じゃあ、モニボ。南無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请放掌。各位同修，我们今天呢，继续学习要经，请看。净文舍利弗，我今自利，故说此。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甚彼佛土。这一段经文呢，是第二次劝勉。经文的大意是，舍利弗以及诸大众，我见是利，这个我呢，就是指的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亲自进道了，只要我们一心执此名号了。这个一心当中的包括信愿，执持这句名号，就能够蒙阿弥陀佛以及清净大海中的来记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哪怕就是五力十恶的人，只要能够具足信愿，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同居土的下品下生，也是圆真善不退一生成佛。佛见到了这样的利益呢，就来劝导我们众生，故说此言。这个此言呢，就是包括了《弥陀经》正中分当中所有的内容，劝导大众能够发大愿，能够执持这句名号的求生极乐世界。下面我们看这个要解呢，对这段经文的详细解释。我见者，佛言所见，究竟明了也，是利也，横错五浊，圆净四土，直至不退未尽，是为不可思议功德之利也。我今者，佛言所今，究竟明了也。这个我刚刚讲的是释迦牟尼佛的自称，使我呢与我们凡夫所执着的这个四大五蕴的假我不同，这我呢，是佛所证得常乐我净的我德。佛眼呢，是五眼之一。我们读诵过《金刚经》的都知道，有五眼。这个肉眼、听眼、慧眼、法眼、佛眼，后者呢都能够超越情者，同时呢也包括了情者。比如我们凡夫，我们只具足什么肉眼，所以我们所见到的范围呢非常有限，
天人具足天眼，他见到的范围呢，超过我们凡夫，甚至于一堵厚厚的墙，他能透过墙而看到啊外面的东西。那慧眼呢？这个慧眼呢，就是阿罗汉二乘所具的，他能够照到一切法无我，当体即空。比这个慧眼更高的就是法眼，法眼就是菩萨所具足的，他能够明白一切法的差别相。法眼呢，还不是最圆满的，最圆满的就是佛眼。佛眼所照的，如同一千个太阳，所照一千个世界。虽然照的这个世界不同呢，但是他们同属于一离体，就是心性所对之体。所以佛眼所见差别相呢，皆是平等一下，佛言无眼圆明，所见圆满。其他的四眼呢，热眼、听眼、慧眼、法眼，所见到的皆不圆满。我们六道众生，它是具足这个热眼跟听眼，他并这个见识烦恼所束缚，所以所见呢不圆满。那这个二乘呢，就是小乘。小乘的圣人呢，他虽然具足了慧眼，但是他还是被这个尘沙跟无明呢所束缚。菩萨虽然具足法眼，但是也是被这个无明烦恼所束缚，所以所见呢皆不圆满。只有佛，他断除了三大烦恼，见思尘沙无明，统统断尽了。所以佛眼所见一切的，他是究竟圆满。他见到了利益，施利者就是佛所见到的利益了。而一大师把它归纳有三大利益。第一个，修学这个法门的三大利益，第一个就是横错五浊。这个五浊呢，就是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五浊就是指的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在底下我们会详细的介绍五浊。我们修学一般的通途法门，是要断烦恼、速挫善戒；修学净土法门呢，待业横挫善戒。所以这个是第一大利益，能够不断烦恼，横挫善戒。第二大利益呢，圆净四土。四土是哪四土啊？凡圣同居土、放臂有余土、十宝庄严土、常寂光明土。这四土呢，除了西方极乐世界，在十方一切世界，它是隔壁不容。十方一切世界的这四土啊，基本上的情况呢，大致相同。四土我们前面学过的，它是按照我们断烦恼的多少来区分的。如果我们没有断尽世烦恼，那我们只能在凡圣同居土。
你断了近视烦恼呢，那就是在方便有余土。开始这个断尘沙啊，破无明呢，十报将一土，奋正长吉观。究竟呢，断除清净的长吉光净土，在西方极乐世界呢，它四土呢，只要你升到其中一土，四土皆是相融相通，这个跟十方一切诸佛刹土不一样。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在加持，直至不退未尽，是为不可思议功德之力。这个是第三大利益，释迦牟尼佛所见的第三大利益。我们知道不退有三，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能够圆正善不退，这个是等觉菩萨的位置。我们从初果，从这个初心到等觉，要经51个位置才到等觉菩萨的这个位置。这个不知道要经过多长时间的修学，修学一般的通途法门，你要想得到这个等觉菩萨的位置，不知道要经过多长时间的修学。你不要说到等觉菩萨的位置，就是到这个初果啊，初果就是初若僧牛，无始劫以来我们一直在修行，但是始终没有到达这个正得处，更何况到等觉菩萨的位置，想也不敢想。但是我们现在修学这个念佛法门，没有断烦恼，待业往生，一往生呢，就圆正善不退，就享受等觉菩萨的作用，这个确实不可思议了。不但是我们凡夫不可思议，就是等觉菩萨也不敢想象，不敢用言语去表达。啊，继续看要经。佛赐是力，曰命中时，信不颠倒而已，待慧徒自力修习，生死关头最难得的。这一段呢，他开始用事实呢来解释利益。佛赐是力，曰命中时，信不颠倒而已。念佛之人啊，如果能够将佛念到一心不乱，在临命终时啊，就会仗着平时我们念佛的功夫，我们的念力，念力不可思议，以及仗着阿弥陀佛的本愿力，就会得到身无病苦、心不颠倒的果。我们大家要明白，如果在我们临命终时能够得到身无病苦、心不颠倒，这个是最大的利益。修学这一辈子，我们的目标了，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追求最终能够信不定的。
如果我们心不定倒了，这个是大力。心不定倒了，你就能够把自己的念头按住在这句佛号上。那十念一念呢，即能往生。下面呢，再详细的说明心不定倒的大力。盖秽土自力修行，生死关头最难得力。在娑婆世界，我们修学一半的通途法门，完全仗自力修行。到了这个临命终时啊，四大分离，就是地水火风四大分离的时候，这个时候火大了还没有完全脱离，就是我们这个身上呢还是有一点温度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关键的时候。我们一辈子啊所造的善恶业，这是你这一辈子所造的善恶业，就像放电影一样在你的命前呢浮现。这个时候呢就迷惑颠倒，不能做主。我们现在是依靠我们的第六意识在做主，在分别。到了临命终时，第六意识不管用的，甚至于自己的六亲眷属都不认识。永明大师在《中经论》里面讲到了，这个时候叫乱性位，平时主导我们的第六意识思维不管用的。第七识、第八识也没记性，只能随顺我们以前所造的善恶业。你平时这个贪嗔痴比较多，经常这个发脾气，有贪心、有痴心，那就随顺你的这个业力，吸引你到善恶道。如果平时我们的善邪气多了，那就随顺这个善邪气了，到善道。下面呢，欧一大师举了几个例子了，就完全仗自力最难得力的事实。无论顽修狂慧，莫罗无功及无门甚远，操履情却自然，倘分毫邪气未断，未满随强平顿。这个顽修狂慧，莫罗无功，我们平时讲修学佛法，佛法的修学呢，顾名思义，它是有修有学。修是实践，学是理论。如果但有修没有学，那是盲修瞎练，就是顽修。但有学没有修，口错狂言。所以学修要一起，解行并进啊。这两种人啊，一种是顽慧，就是有学无修；一种是顽修呢，就是有修无学。这两种人呢，到了临命终时啊，没有真功夫，没有把握，所以呢就不会成就。那即使悟门甚远，操履情却自然，倘分毫习气未断，未满随强并进。这个就是讲的禅修之事。就算是在禅修上面有学有学的人，
如果在临命终时啊，他的邪气没有断尽，也会随宣自己过去所造的强业呢，而堕落。刚刚我们讲的，过去你造善业，你五戒失善，那就到人道；如果过去搞贪嗔痴了，那就到善恶道。这个地方我们举一个例子，一个有解有行大德堕落的一个例子。在宋朝呢，有一位草堂清禅师，这位禅师呢是禅宗的一位大德啊，属于参禅开悟的人。有一位郑家夫人呢，就经常对他施施供养。那么这个草堂清禅师呢，他非常感恩的，他说：“老僧非常感恩夫人的扶持，无以回报，来世做夫人的儿子以报恩。”来世呢，要做这个郑家夫人的儿子呢，以报恩。那有一天呢，这个草堂清禅师看到当朝宰相呢衣锦还乡呢，他就升起了一种羡慕之心。不久，草堂清禅师呢，他就要自尽。那一天呢，正巧是郑家夫人要临产，要生小孩子了。这个郑家老爷呢，就在这个产房外面呢，在徘徊。就看到了这个草堂清禅师呢，从外直接闯进了这个产房。过了一会儿，听到里面夫人生下了小孩子的嘀咕之声，然后这个郑家老爷呢，就派人去看这个草堂清禅师，一看他已经失禁了，就知道了，这个小孩子呢，就是草堂清禅师的转世。那这个郑公子呢，天资聪明，少年及第，后来成为当朝宰相，就是郑武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禅宗的大德虽然以这个开悟了，但是没有断烦恼，还是随顺自己的这种邪气啊，最后去受生。他一生的修学呢，最后都变成了今生的荣华富贵。我们大家学过《金刚经》的都知道，荣华富贵是什么？是生命法，是有为法。有为法就如梦幻泡影啊，所以实在是可惜。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完全仗我们自己的力量去修学，实在来讲很难了生脱死。我们继续看要经，永明祖师所谓十人九错路啊，应尽若现情，皮耳随他去，此臣可寒心者也。这个永明祖师呢，他就是宋朝的永明延寿禅师啊，以行学禅，后来修净，是我们净土宗的第六代祖师啊，据说是阿弥陀佛化身。那为什么说他是阿弥陀佛化身呢？这个地方有一个典故。永明禅师他不仅是我们净土宗的第六代祖师，而且是法眼宗的第三代祖师。大师生于五代十国，就是唐朝灭亡到宋朝经历之间的一个乱世。这个时候佛法呢经历过唐武宗的会昌法难灭佛运动之后呢，呈现这个衰弱的现象。所以永明禅师就是在这个佛法衰败等待崇敬的时候出现的。大师呢，他受
当时的这个吴越王秦绰的礼节，把它分为这个国事了。这个吴越王呢，非常盛行佛法，他有一天呢，就想开一个无遮大会，就是打亲身战。做这个亲身斋呢，就是必然有这个僧人来接受供养。他打这个亲身斋呢，只要是出家人来应供，就是义利平等供养。那虽然是平等供养的，但是这个座位有讲究，就像我们现在这个过堂吃饭一样的，当中的这个法主位置呢，就没有人坐。那大家就推进这个永明大师，他是国师嘛，就叫他去做，他不做。那你推我，我推你呢，没人做了。最后呢，来了一位穿得破破烂烂的大耳朵的和尚，大家都不认识。这个大耳朵和尚呢，也不客气，就坐到那个法主位置。皇帝一看，心里面不高兴，但是又不讲。大家想想也是的，国师都不坐这个位置，你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这个和尚怎么坐上去的？但是呢，都是出家人呢，也不必说话了，所以打完亲身斋大家都散去了。这个吴越王呢，就问永明大师说，我今天打这个亲身斋，有没有僧人过来接受供养？这个永明大师就说道，有啊。吴越王就问道，什么人啊？是定光古佛过来接受供养。吴越王就问永明大师，谁是定光古佛啊？大师就告诉吴越王，坐在法主上面那个大耳朵的和尚就是定光古佛。吴越王一听了之后呢，就派人去找啊，找来找去找不到，最后在一个山洞里面找到了。找到了以后，那个去找的人呢，就向他顶礼。这个定光古佛就问啊，是谁告诉你听的？那个来的人就讲的是这个永明大师说的。定光古佛就说啊，这个弥陀饶舌。说完之后呢，他就圆寂了。我们知道真正的圣人，他把自己的身份暴露出来了，他说完之后马上就要走路。来的人一看定光古佛圆寂了，就待在那儿发愣。但是想想啊，谁知道这个定光古佛的永明大师，那刚刚定光古佛讲了这个弥陀绕舌，那就是说这个永明大师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定光古佛没找到，回去了，这个阿弥陀佛给找到，就回去汇报这个吴越王。就汇报吴越王找到这个永明大师的时候，永明大师呢也已经圆寂了啊。所以永明大师呢，他是阿弥陀佛再来。大师在世时是这个禅宗最兴盛的时候，大师非常担心后世学习者啊，特别到了现在末法时期啊，这个修学禅宗，很多人去学，但是呢，最终没有成就。他就写了《思料简》。这个《思料简》第三首呢，就是"有禅无净土，十人九错路，应尽复现情，皮尔随他去"。这个地方讲的有禅，就是指参禅开悟的人。虽然开悟了，如果不求生净土，能够明理，但是没有断尽是烦恼，临终之时呢，生死自己没有把握，还是会循循自己的强业呢而去。也叫应尽复现情，皮尔随他去。
所以修学禅宗开悟的人，如果不能求生净土的，十个人有九个人啊，走错路啊。禅宗无祖，就是一个有禅无净土，耽搁之人。无祖戒禅师是一个禅宗开悟的人，虽然开悟，但是他没有求生净土，最后呢没有脱离六道，他来世就转化成谁啊？苏东坡。那怎么知道这个苏东坡是无祖戒禅师转病的呢？这个苏东坡呢，有一位弟子叫苏游，他便禀到了广东的告案信主官。有一天晚上呢，他就寄宿到洞山原案一个小案堂。苏东坡就这个苏游啊，就跟这个案堂里面的一个冲禅师呢，就晚上做了一个同一个梦，梦到了就是明天的这个无祖戒禅师要到这儿来。第二天两人就错身去迎接戒禅师，结果呢没有等到这个无祖戒禅师，就等到了苏东坡。三个人就谈起昨日之梦啊，苏东坡就说道，我八九岁的时候梦到自己是一名出家人，经常去这个散食，在我母亲怀我的时候呢，也是梦境呢一位瞎了眼的，瞎了一只眼的这个出家人呢来寄宿。冲禅师大惊说道，戒禅师就是这个无祖戒禅师啊，就是散失人啊，也瞎了一只眼睛，跟你说的差不多。再仔细一算，这个戒禅师已经离世五十年，苏东坡呢那一年也确好49岁了。放置了这个苏东坡是这个无祖戒禅师的转世，所以苏东坡一生的才华呢，就是情势所秀所致的。那无祖转化为苏东坡呢，苏东坡这一世他也没有解脱，后来又经过几世的转世修行啊，直到明朝转世成这个袁宏道，这样袁宏道方才了脱生死。这个袁宏道呢，这个人的圣性呢非常根性非常猛烈，少中进士，已经做到了这个礼部的主事。他非常喜欢参禅，也非常喜欢这个教下了，喜欢辩论。但是这个人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生死性气了。他觉得坐禅没把握，空谈呢也没有意义，还是老是念佛求生极乐世界。所以他诵经拜佛啊，持净戒，专心求净土。后来他写了这个《西方合论》，并这个收录于《净土十要》里面。大师呢以持戒念佛助论的功德回向净土，最后呢往生净土。所以我们看这样一个这个大禅师，经过多少生的转世呢，最后呢还是依靠净土法门呢求生净土，才了脱了这个生死。子臣可汗信者，就看了这个永明大师这段话了，再通过这些例子呢，我们可以看出禅宗的这些大德呢，到了临命终时啊，生死啊都不能把握，最后还是要依仗净土法门了脱生死。所以我们这些业障凡夫啊，就更不能好高骛远啊，应当信愿具足啊，老实念佛求生西方，才能摆脱生死轮回。
上面我们讲到了这个凡夫，他到了临命终时了，不能做主。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圣人、罗汉，这个菩萨，请为菩萨，他们在这个临命终时能不能把握？我们看要紧，初果密欲错态，菩萨混欲隔音，则理请强作主者，侥幸蛮汉。初果密欲错态，初果我们知道，初果就是已经断除了这个八十八识禁惑，三界八十八识禁惑通通断尽。初若圣流，圣流进入了圣人的行列，还要经过听上人界七番生死，才能得到阿罗汉的果。那初果呢，他若态的时候非常清楚，错态呢就忘记情事之事。举个例子，因为大家都熟悉的这个济公啊，这是一位大罗汉，他从空脱假，就发心呢到人间去度化众生，就投胎了到人间。但是一错胎了他就迷了，和众生一样喝酒吃肉。等他父母宣王之后呢，他到这个灵隐寺发心出家。出家为僧呢，在这个禅堂里面打坐了，昏沉就摔下去了，跌下去了，就把头低了几个青疙瘩。他想想啊，这个出家的生活，因为他迷了嘛，他不知道自己是罗汉再来，这出家生活太艰苦了吃素，青灯古佛，没有酒喝，没有肉吃，所以他就产生了还俗的念头，就是方丈时找的这个圆长老。元长老不是一般人，知道他是这个罗汉再来，就开导他几句，然后唤他进寝，叫他靠近过来。这个济公呢，以为这个元长老大概有什么悄悄话要跟他讲，就跑过去了。元长老在他脸上猛击一掌，猛喝道：“自家来处尚不醒悟，倒向老僧寻去路，且打你这个没记性。”这个济公秉持一戒呢，想起了情势是罗汉来投胎要度化众生。从济公这个事例呢，我们可以看作小乘的圣人错胎也会迷惑。那菩萨呢，菩萨混欲隔音，但我们要明白这个所讲的菩萨呢，菩萨有很多种位置，这个是请位菩萨，不是圣位菩萨就像藏通二教的分位菩萨，别教的这个善贤位的菩萨，原教的这个信位菩萨，这些菩萨的位置呢比初果要高有些甚至于比阿罗汉还要高。但是投胎之时呢，也有隔音之慧，音就是五音呢，他要舍弃情生的这个五音，然后进入众音，再得到贺圣的五音。所以当中呢隔了这个众音，隔音呢就有隔音之昏对这个情事的事情呢他忘记了所以我们凡夫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尽是修学没有得到解脱，没有能够往生西方，那来世呢有各态之谜，今世所修的来世又要重新再来，忘记今世所修的了，这里容强做主者，侥幸难看，这里呢就是这里的意思我们平时呢都是第六意识在主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但是大家要明白了，到了临命终时主宰的不是第六识，也不是第七识、第八识，随顺
业力。所以我们现在不能有一种侥幸的心理啊，不当一回事情，说的到了临命终时可以喷喷怨气啊，满腔过去啊，这是不可能的，只能随业受生。看要解啊，唯有信愿持名，仗他立国，佛慈悲愿定不唐君。弥陀圣众心情未倒，故得无倒自在往生。这一段呢，就是讲信愿念佛，仗阿弥陀佛的大愿力往生西方呢，就非常容易了。依靠阿弥陀佛的大愿力，我们临终呢，这个就心不颠倒了，因为平时有念力，再加上这个阿弥陀佛的愿力，二力结合，就心不颠倒。唯有心愿持名，仗他力故，佛慈悲愿定不唐君。对于我们末法众生来讲，业障深重，福报晦气，只有心愿具足了，老实念佛，就是我们要一心念佛，仗阿弥陀佛的本愿价值，所用之功呢，定不知唐君。弥陀圣众呢，心情未倒，故得无倒，自在往生。我们平时念佛功夫深呢，在临命终时呢，就能够感召到阿弥陀佛预祝圣众呢，来到我们的面前，安慰引导我们。所以在阿弥陀佛跟这个清净大海中的这个安慰跟引导呢，我们就能够心不颠倒，自在往生这个事情。看要紧，佛经众生临终道论之苦，特为保任此事，所以应行再去化缘，以愿能导行故也。这段啊，它是说明佛意。佛尽一切众生啊，在临命终时啊，皆遭受这个颠倒之苦，随顺自己的善恶意而去扭转诱导。我们大家参加过送往生的，也可以看到临命终时啊，很多人都迷惑颠倒啊。所以佛呢，他看到了这种情形，因为他具足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心，他不忍众生受苦，所以说此信愿念佛法，劝导一切众生发愿念佛求生净土。在弥陀经当中，一而再再而三殷勤劝导大众。我们看偶一大师这个要解，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劝导啊，殷勤劝导大众发大愿，以愿导行，保证我们能够往生。只有具足强力的愿望，才能与阿弥陀佛感应到境。问：佛既信作信事，何不静因自佛，而必以他佛为身何也？这个问题是颇直至非他之前景。有人又问到了，佛既然是信作信事，我们是信是佛，是信作佛，那我为什么还要去念他佛？为什么我不念自佛？所谓的念他佛是什么？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我为什么不念我自信的这个弥陀佛呢？答：此字法门全在了他境之，若慧言他佛，则是他境未亡；若聘众自佛，须成我境颠倒。此之法门全在了他境之。念佛法门是无上圆等法门，圆等之处呢，
就是宁佛成佛，不讲方便，一命相应，一命佛，宁命相应，宁命。从四相上讲，我们是在宁他方佛，宁阿弥陀佛。但是从理性上讲，就是念我们的自信。其名我们多次讲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义正状元呢，不错我性情比命性情。极乐世界就是我自信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呢，也是我自信的阿弥陀佛，全知即他，就是自他不二，全是即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对净土念佛法的信心啊，跟愿心就会升起。这样的修法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叫理智。理智它与佛相应，相应的那功力就非常大。若慧言他佛，这是踏进未往。如果既言他佛，那就是踏进未往。踏进是什么？是妄想分别，分自分他，不能了之了。自他是不二的，不能明白这个道理。若聘众自佛，续成我净殿头。如果聘众自信阿弥陀佛，不认可他方佛，那也不对。这个是我净殿头。什么叫我净？就是我执心非常强。所以修这个法门，唯有一心才能够欺负，如果二心啊，那就错了。如果分自分他，错了。自他是不二了，圣佛亦如，就是用一句阿弥陀佛的这句佛号，把我们的一切念头了都统一，没有分别之处，这样必定往生。我们继续看要经，又细谈是义，或善意是不起，倘不从世界圣法庆幸，则信义二义尚不能胜，何况物若礼佛，为其四十大力持，所以弥陀慎重信起，即使本性明显，往生彼土，尽佛闻法，即使成就慧身，备有他。这一段呢，是从四悉檀的角度呢，来破除执之非他的这种错误的情景。又细谈四义，这个四悉檀呢，我们清明多次讲过，佛讲法呢，他借据四悉檀义啊，四悉檀呢就是世界悉檀，得欢喜义；为人悉檀呢，圣善义；对治悉檀，破恶义；第一悉檀呢是若离。弥陀经当中呢，弥陀经的正中分所讲的信愿行善，不错这四悉檀。
处广成极乐义正妙果离起心，就刚刚开始了讲这个极乐世界的义正状因啊是如何如何的殊胜，让大家升起信心。这个是世界系统生欢喜。第二呢是特劝众生应求往生以发愿，这个当中呢我们心求极乐是为人系统得圣善意，业离娑婆呢这个是破恶意。正是行者知是名号以力行，这个就是通过叫我们大家支持这句名号，通过事实呢通达理智，就是得第一系统得若离贺善意，事不顾己，贺命的圣善破恶若离啊，这善善系统啊善意，它不会单独升起，它必须由这个世界系统才会升起贺命的这个啊三种利益。底下就讲到了，倘不从世界圣法进行，如果没有世系这个世界系统的这种利益的话，就是不知道极乐世界的义正状因，那我们怎么会升起这种求往生的心，怎么会升起业力的心，怎样才会这个得若离呢？不可能的。我们正因为听到了极乐世界的义正状因，所以呢我们才发愿往生。所以我们遇到了这样的法门，那就非常庆幸啊！对这样的法门呢也是能够升起信心，则信应二义尚不能胜，何况悟若离佛。如果我们对这个净土法门升不起信心，心求极乐业离娑婆的心呢发不起来，就得不到圣善意，得不到破恶意，那就谈不到以愿导心，得不到了这个若离意。唯即事实达理时，我们虽然现在呢大家虽然没有一下子明白这个四性是佛四性作佛的道理，但我们现在有一个办法可以通过事实来这个转化为理智。什么叫事实？前面我们多次讲到了，就是心无杂念，以能令自信令所立所令自佛呢，能令跟所令呢清清楚楚，这样呢令下去明白自他不二圣佛一如的道理呢，能够了达西方净土，就是我心中的净土，这个阿弥陀佛呢就是我自信的佛，这个呢就是将这个事实呢转化为历史。能所念忘那就是无念，又不住无念呢念而无念，无念而念，这样呢就是达到了理智的功能。所以理智怎样达入，我们就是从事实着手慢慢的切入，最后呢达到理智。所以每一陀慎重现起，即是本性宁静，念到一心不乱宁命重视了，阿弥陀佛欲住慎重呢他会来到我们命前来接应我们，
那既有我们的这个佛以及圣宗啊，如果从理慈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的法身本具的法身啊显现，往生彼陀净佛闻法，即是成就慧圣，备有他。往生到西方呢，见到阿弥陀佛，听闻阿弥陀佛讲法了，就能够成就智慧之身。到了极乐世界，听阿弥陀佛以及这个众鸟宝树罗网为之说法，能够开智慧，得到智慧之身。那智慧之身呢，就是报身。这些都是通过四智达到理智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大众啊，我觉得大家呢，不要好高骛远，就是老老实实四智念这句佛号啊，时间久了，别人呢能够切入理智，能够切入中道第一地。看要紧，法门圣妙，破尽一切戏论，斩尽一切意境，为马明农树自走永明之流，彻底淡河得去。其余四字变重，痛如残刻，尽是度量，越提越远，又不如渔夫妇老实令佛走，唯能请痛佛之暗河道妙也。我今是令故说此，分明以佛言佛应，令定此膝盖违抗不善，顺若也在而正中分界。法门圣妙，净土法门非常殊胜，非是凡夫以及等觉菩萨所能究竟的。净土法门只有佛与佛方能究竟，妙处之多了，实在讲是非常不可思议。一个业障凡夫，烦恼迷端，心愿念佛，到了极乐世界，能够圆证三不退，圆经四土，一生成佛。所以这个法门是无比的妙，破尽一切戏论，斩尽一切意境。这个戏论呢，就是指的教下之人空谈玄谈。意境呢，就是指的众门分别之境。修学念佛法门，不要幻想，不劳参究，一心念佛，别无他念，将一切妄想杂念、一切戏论、一切意境呢，通通斩尽。这样的大法门、妙法门，为马明农树智者永明自流，彻底淡河得去。只有这样的高人，才能承担过去。这四位大德了，非是凡人，都是历史上佛家有名的大德。马明跟农树呢，他是印度人；智者跟永明呢，他是中国人。马明菩萨，我们学习的《大乘起信论》就是他著的。农树菩萨呢，号称是我们中国的大乘八宗之祖。智者大师呢，是我们听台宗的祖师，前面我们介绍。永明，刚刚讲过了。这个阿弥陀佛的化身
净土宗的 六祖。所以净土法门只有这些人啊才能够承担，其余的四字并重，痛如残壳，尽似度量，越去越远。四字并重啊，就是指的一些有文化的人或者佛学家，现在有一些人研究佛学，但是不修佛啊，博古通今，讲起来头头是道啊，满腹经纶，没有持修功夫，所以我们讲四字并重呢，也是八难之一。痛如残壳呢，就是那一些啊比较精通儒家学术的，对这个禅宗呢也略知一二，这样的人呢没有真功夫，所以只能称为禅宗的客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苏东坡，他就是啊称为这个通儒禅客，经常也喜欢这个病病禅啊啊辩论辩论，但是没有真功夫。四字并重跟通儒禅客这两种人呢，所知障很深，用他们智力了，用他们自己的智力是没有办法去理解净土法门的圣意，所以只能越替越远了。你如来的真实意图呢，相去圣意，又不若于束缚老实令佛者，唯能情痛不知安和道妙。就是那些四肢病痛痛如残壳了，他们不如像马明龙说智者永明这些上根器的人，也不如啊在座的能够在这儿老实听话老实念佛的老菩萨。愚夫呢，他虽然不能了知性作性死，不能明白是性是佛是性作佛的道理，但是通过信愿执持这句名号誓词呢，令到一心不能心地清净的自信佛了，必人信心就与阿弥这个与佛智慧了必人相应。我尽是力故作此音奋明与佛言不应应定此事，岂敢违抗，不善不善训若你者而尊重。这个地方就是说释迦佛他亲自尽到了这个利益，佛慈悲心具足了，介绍给大家，不然大家在这个六道里面能回受苦啊。我们作为佛的弟子啊，要听佛的话，信愿具足，老实明佛，岂敢违背佛的子义。好，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我们回向，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上报四重恩，下济善途苦，下济善途苦，若有见闻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